并持着企业社会责任，在地企业开破新频道优线电视公司，一直拢咧关心地方的需求。即个甲彰化市公所合作，共同要来对抗疫情，添加血氧机关怀公所，配合较紧的民众，会当快速佮便利处置血氧机来监控病情。又搁有善心企业捐赠防疫物资予彰化市公所，即次是咱彰化在地企业新平岛优线电视公司关怀公所血氧机，会当予炎热的民众搁较方便快速照着血氧机监控家己的身体状况。我这边咧买血氧仪啊吼，来协助这些啊染疫的患者吼，啊引起各界的企业家来捐助啊，包括有乳清蛋白、乳衣菌这种高蛋白质。可以呢，让赶快产生抗体，抵抗疾病，快点康复起来。那今天我们更高兴的是，我们彰化的凯擘频道新频道又捐赠了20部的血氧机。那我们也感谢啊，益星公司啊捐了这个啊唾液的快筛剂。除了凯擘新频道再次捐赠防疫物资以外，立法委员吴秀芳也来媒合善心企业益星国际公司捐赠唾液快筛剂，予彰化市公所甲分县乡公所。善心人士希望说在疫情这段期间，能够协助地方政府捐赠一些物资，让地方政府在防疫能够更顺利。所以也感谢我们益星公司捐赠的这个快筛试剂给彰化市公所，还有分园乡公所。那疫情应该也快要这个慢慢的退散，那所有民众应该也即将恢复正常的生活。所以在这边我们真的还是要提醒各位这个戴口罩、勤洗手。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。新平岛优线电视公司指出，在地企业回归地方，希望透过公所会当将防疫物资送到真正有需要的人手中。新平岛优线电视嘛将继续从事社会公益，关心地方的脚步永远未停。大众新闻，中央彰化采访报道。